我是平凡的上班族，每天准时上班，准时下班，回到家我还是把时间给了工作，我就这样一个人过了好几年。甚至我都忘了我有多久没回家，爸妈双亲节又到了，今年还是无法在你们身边，你们好吗？这是我的家，我爸爸妈妈住的地方。爸妈双亲节又到了，今年还是无法在你们身边，你们好吗？我把回忆寄回来了，很想念妈妈的唠叨，很想念爸爸的背影。很想念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日子。这张照片还记得吗？是你们送我的脚踏车。爸爸教了我好久，好久，我才学会。抱歉，总觉得现在才来说对不起已经没什么帮助了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时间可以停留，停留在我还拥有你们的时候。我想念你们了。陈先生，你的父母刚发生了一起致命的车祸，请你赶快来医院一趟。是平凡的上班族，如果时间可以选择，我选择回到当年平凡又简单的幸福。